你住手！你住手！你是厂房啊你！你不把话跟我说，就让你今天不能走。那我衣服呢？教唆同事打架，帮帮救我！业主在洗澡，当街谋杀。快点啊，这是！你回去吧，我这还没为重庆做贡献呢。你给重庆。添堵呀！你往哪儿尿呢？别动我，正在念叨。爸，我可是无神论者。你就趁我出去时间，你就把它给卖了。即便你不装修，你房子也照样卖出去。让你把装修的那个钱退我，不给我条件我就不走了。上次抢房也是这波。关明星是一个被开除的黑中介，您连资质都没有。拿什么跟人家合作？这个，我们做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，消除了安全隐患，还设计了儿童游乐室，创造出一个属于我们的真正的共享社区。什么情况？床这个。